公鸡，你是不是找我姚家恩姐啊？你是不是害伊搬落水啊？喂啊，你到底在哪？你两个做伙跑入桥底，一摆是死是死啊，唔知影。我呢回答你满意无？你到底是有冤枉我啊？你要安怎伤害我的后生，我的查某囝？刚刚伊就是伊火虫哥哥，刚好叫你大号，我靠，就在门内要问你，我要你问伊死，喂啊！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你讲你爱问到垂直的黄色小鸡的玩偶是不？忘掉，我强烈怀疑侯秋晴天藏。你哪会当凊彩入来别人房间抢物件，搞我物件还我？放手啊！哇，哥这么请人做，这都会跟变形啊！你们还加油哦！喂，你那当中只剩铁渣出事，医生讲有可能是早产，我感觉根本就是早产。只剩其实就是宋明宏跟杜光天的囡仔。小雨挂在对调 K， 你跟我讲，我没找伊，我嘛没找伊。你找到伊是可以当安怎啦？喂啊，喂啊！我今麦看到你，我就感觉足臭白的。我真正讲完，我唔捌死死你。你到底是有冤枉我啊？啊！你伤害我后生，跟我查某囝。我必须要处理罗安姐，因为伊早晚同款的是小雨上大的危险。我可能都要保护你到这。刚刚伊就是伊火虫哥哥。是咱中心给安姐抓走的，我不骗你。有文警察叫白啊，敢要把事情抓出来？不要！我相信你一定会不得劲，一定会平安回来。